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好，接下来是位小美女了 ，Roger 老师，刚刚说帅哥不好做，这位小美女陈科彬也不好做吗？他大概算是头发上面变化稍微多一点，我把他头发剪掉，剪掉，剪掉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过去的陈科彬。外形可爱，留着一头长发的陈科彬，改造团队要做出让他极为震撼的改造计划。你要被剪掉？为什么？没想到留了多年长发的科彬，瞬间要剪成俏丽的短发。在两位大师细心解说下，科彬将把长发剪短。不舍长发即将剪短的科彬，再也忍不住心中的痛，崩溃大哭。不舍得跟我六年的头发要被剪掉，好吧，我可以接受的。即将要剪发的科彬，脸上透露出一丝丝难过的心情。觉得我的心好酸哦，很痛哎。虽然不舍，科彬强忍心中的痛，割舍陪伴多年的长发。经过改造后，原本一头长发的科彬即将以短发造型俏丽登场。我们来看看比较青春的全新的陈科彬，三二一。演艺圈新人辈出，康康却有话要说。今天她真的很漂亮，就是我们这边她应该是最像明星的。其实她可以做偶像嘛，演艺圈还是有很多很漂亮。看看比较青春的全新的陈科彬，三二一。哇，好青春哦。所有的脸剪这个长度就会变年轻吗？其实不是，他其实有一个先天的条件，就是他个子很小，可是头发很多。头发很多就很容易头发看起来很大。如果留长，一长的人就被压得矮矮的。那所以我就一直跟他讲说，你先试试看，你把头发剪掉，因为坏的头发也不会再长。如果真的不喜欢，将来还是可以再留长啊。可是我很喜欢。我要谢谢老师。其实这样子看起来真的就比较像他们的年纪了，然后再把颜色也处理了一下。好，今天要带着这个全新青春洋溢的心情演唱什么歌？张惠妹的《掉了》，陈科彬的演唱《掉了》，掌声欢迎他。微弱的风震动，天里飘着灰，去手中残弦的那个，没有蓝天又何必去飞，怎么适合故事情节掉了，主角对到了，感觉表现如何？尤鸿明老师，你觉得？你这首歌是从前面几位参赛者以来呢，你唱的是比较有语气，比较进入歌词里面的，而且你比较有冒险的精神，所以你在歌词里面钻的那些语气，其实我们是有 touch 的。然后一直到最后，
那个很感人的全掉了的那个全呢，那有点鸡皮疙瘩。青春洋溢的陈科宾选了难度这么高的一首歌，到底能得到几分？请评审按灯。陈科宾的演唱得到的分数是15、17、20、21、23分。好，谢谢 Roger 老师，谢谢 Roger 老师。好，不错，全新的陈科宾，恭喜你高分过关，谢谢。